南部这个关怀基点，自从休学时间一定学生囡仔的加入，和老多人上课起来是搁较有活力，就有共同的学习来激发自身的感情。按照老师的教导，大家练习跳舞，虽然有当时爱出错，不过在互相包容斗阵之下，努力来完成这学舞蹈。很快乐啊，而且跟阿妈在一起跳舞，好像就让我们觉得也自己就是好像回到小时候，就跟我们一起跳舞啊。孙啊呢，阮一个孙啊对来安尼，外好嘞。小朋友带动我们老人家哦，肢体动作啦，还有心态都比较年轻啦。看小朋友笑嘻嘻哦，跟他们打成一片，真的很高兴。有在提醒许多人参与兴趣，促进身心的健康。这个关怀基点用心来设计真侪课程，亲像结合交通的知识，也是横街等等。这边更是用学生休学的时间来安排祖孙共同学习的课程。可以不仅说能够帮助阿嬷他们呢，增进心血管的功能，也可以增加肌肉上的耐力啦，神经还有肌肉的协调能力啊。所以呢，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因为阿嬷他们要听音乐啊，要记舞步啊。所以呢，也可以预防失智。在学生的加入和充满活力的带动之下，学规学习更有效率，也带来更多的烦恼。记者林雨欣采报道。